OK 哦，我们这边就是尽最大的诚意跟努力，然后让彼此双方的条件都可以满足到和解的状况，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有一个数字吗？不能说哎。你希望他被关吗？我都尊重法律上的结果。旁白哥抱抱耀乐金出庭提和解条件，炎亚纶说尽最大的诚意和努力。12月21日早上9点多，炎亚纶现身士林地院。网红耀乐告他很多事，只有妨害性自主或不起诉，还有制造少年性交行为电子讯号，意图散布而持有少年性影像，两案要办。哎，不要急了，这边可能需要我做一些案情上面的解释，就心情上还是蛮沉重的，对于这件事情的发生，就还是希望大家就是可以好好生活，就是平常有什么困境或是不顺的，度过它，撑过它，然后会有继续一个很好的人生。收到应有的道歉了吗？目前是像网络，目前就是网络它文章之前的样子，我们没有在同一个空间见到面。他的态度你能接受吗？其实一直以来的他的想法，我目前都只有局限在于他网络上的文章，所以他目前的对我的态度就是网络上文章的，我能感受到的主观感受是这样子。觉得他有诚意吗？今天开庭有没有诚意？我今天只是过来，就是听法官庭上想要我讲什么，然后其实对于他的一些见解，我没有想要有过多的情绪去做过多的解释。想要得到怎样的答案？因为这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程序了，所以我就看庭上那边或者检调那边后续的处理，然后我都尊重法律上后来的结果。你希望他被关吗？我都尊重法律上的结果。大概就这样，谢谢。心情还好吗 ？OK 我们这边就是尽最大的诚意跟努力，然后让彼此双方的条件都可以满足到和解的状况，这样子。谢谢大家。有一个数字吗？不能说哎。帮忙。来，稍等。什么时候要付出啊？谢谢。